演艺圈最惨最咖悲催命运惊悚揭晓。我们决定要付你钱。哎呦，好棒！然后我们用纸伞，绝对不是铜板的。六二七，等一下，八个九岁，你和你，你们两个啦。高档奢华美食宴，好运吃面前，坏运收账单。把现场丢进去，先丢，丢，另一个，到底谁是大衰鬼？敬请锁定《明星制作人》。